中读圣路加福音，耶稣的父母每年就活着往耶路撒冷去。一到十二岁时，他们有着圣经的习惯去了。过完了圣经，他们回去的时候，孩童耶稣留到耶路撒冷，伊的父母并不会发现，他们只以为他个同家个难当，所以行了直直个路，之后到亲戚个小伯个难当找伊，却找不着，就登去耶路撒冷找，过了三日才到城内来找着他，伊才坐到金丝堂聆听他们。顺从他们，愿听其他人对他的智慧和对答，都坚持不止。他们一看到他就大为惊奇。他的母亲向他说：“奴家，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们？对，你的父亲甲我，一路痛苦地去了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们做你找我，你们不知我必须到我父亲那里吗？”但是他们不明白他对他们所说的话，他就等他们落去，来到拿撒勒，属他们管理。他的母亲将这一切命从到心担，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了。今日该写经，咱是因为写无写成绝，所以特别选一段。咱人若是记得看一段写经，伊人去写地个时候啊，摸着一个水灾个什么样个，伊种是什么样大话，伊种欢喜摸着一个救助，伊一直为乜爱去咯？因为伊睇到上主嘅光明，了，迄种是伊亚当，一个女仔将来啊，伊在牺牲着发生真侪事，了爱有一支剑啊，刺穿伊母亲嘅心，所以。今日耶稣十二岁的时候，伊人有时带去一个下队耶路撒冷去，咧就发生一件事。回去的时候，耶稣拍波，找不着，三日后才找着。了，真艰苦啊！三日两件拍波啊，直到到这个下队找着伊，下无两。弄不出来，就当哎哟，你做啥做啥啊？无个，人打你在人遐艰苦都出了，在下无个生活当啊，就是爱为耶稣主烦恼，要因为耶稣主个关系受苦，但是这个欠这个苦啊，是因为对耶稣主个爱，下无开始不明白。比如他一转你老到这个下对白，要耶稣给伊答，你看在我哋做我爸、我父亲，爱我做个事，这种事下无是不明白啊，因为那个养父就是角色啊，但那种当的阿爸就是当地长，哦，耶稣就大概是天父，这种事下无完全明白，一定要慢慢明白。到耶稣主大了，耶稣讲道了啊，要听耶稣主个讲道，听耶稣主做大个所做个事，听耶稣主听耶稣主医治一撮病人啦。这慢慢先无明白耶稣主个身份，耶稣主个使命，但是先无一路是背耶稣主啊，去支持伊
系小虎，了骄傲看到十二个啊，推着青木推着耶稣主受难受死。所以小无个心是个耶稣这个心是合之为一个，然后小无也是为耶稣主受了真侪苦。然后今日咱庆祝这个小无写心卷，就面向这个小无对耶稣主个爱。要小无对耶稣主个爱，也是对咱死人个爱，因为咱是耶稣主个身体，咱是耶稣主个兄弟姐妹。所以小无讲是，如果这个慈母就先来推苦人，为人转救，所以咱真侪死咱家己心内艰苦个时候啊，咱去小无小个去求去祈祷，咱得到安慰，得到力量。因为咱在下晡一听那个祈求，也为那转导，了下晡爱带人来接近耶稣主，帮助人去对耶稣、去爱耶稣、去效法耶稣。感谢大家，向主祝福您。